every second, every day。山上，然后刚刚在那边喝了咖啡，然后我现在就是进来这边拍照，然后 Coco 跟妈妈在那边拍照。我觉得太冷了，这现在十几度，所以我要先回去了，太冷了。这家店呢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一家餐厅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，因为好像之前吧，以前这里只有四个桌子，就是能吃的一天，而且都是下午五点才开。因为这边的那个厨师是一个阿姨，然后只有她一个人做菜，然后这个菜呢是泰国皇家的一个菜单，但是得是当地人才知道这家店。然后这个店呢，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家的后边买的，这个就是他们的家，他们住在这儿。店名的话我就不说了，跟我一说的话人就会过来，然后我们就没得吃。